指挥官，你们来的正好。这些虚空破坏兽正在破坏我的基地，看起来没有要停手的样子。他们把我的部队困住了，只好靠你们阻止他们。赶快干掉那些破坏兽，免得他们把我的堡垒给拆了。 我们需要更多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来了，破坏兽很快就会从那个裂隙跑出来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 记住，工程车准备完成，马上行动。重要工作是吧？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啊！你吓到我了！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是的，长官。 你是老板，下班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 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好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 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雷神兽准备出发了，敌人似乎想试探我们的防御能力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啊，是。 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大伙儿注意，那个玩意儿正在朝堡垒喷火，你的主要目标就是解决它。他很快就会被大卸八块。这可是我的得力作。盟友进入战斗。 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，进化完毕。高能瓦斯不足。 亚历克桑德号随时可以出航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啊，好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盟友进入战斗。 我们需要更多。已击败一只虚空破坏兽，入战斗。裂隙打开了，我们很快就有破坏兽要对付了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记住，是的，长官。
盟友进入战斗，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需要更多的王虫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出发！哦吼，下班！我方部队进化完毕。别害怕，这只是暂时的。需要更多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。敌方部队朝基地过来了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哦吼，下班！盟友进入战斗，进化完成。进化完毕。你杀了我了？重要工作是吧？有。盟友进入战斗。子弹上膛。该上场背负破坏兽喽！重要工作是吧？盟友进入战斗，亚历克桑德号遭受攻击。盟友进入战斗，随时可以行动。盟友进化完成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，敌人似乎对我们的基地很有兴趣。盟友进入战斗，尝尝我的厉害。我方部队遭受堡垒遭到攻击了，如果有人想去杀个虚空破坏兽，那就多谢了。我的群落会去保护他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，虚空破坏兽被击败了。盟友进入战斗，盟友进入战斗，马上！有一头虚空破坏兽被消灭了，马上行动！进化完毕。看来我们有好几个裂隙要对付，希望你们本领够高强。盟友进入战斗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进化完成，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指挥官，破坏兽来了，好好修理他们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我方部队遭受攻击，已杀死虚空破坏兽。进入战斗，我们的部队敌人即将攻进我们的基地，不要手下留情。看来莫比斯部队派了一架大天使来攻击我们，快点把这鬼玩意儿解决掉，免得他惹出什么大麻烦。
我好像听到虚空破坏兽在敲门，哎，准备好好迎接一下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盟友进入战斗。进化完成。盟友进入战斗。坏消息了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，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看来那台大天使开始撤退了，除非你再次攻击他，不然我猜他要开始自我修复了。你杀了我了！敌人正在接近我们的基地，一定要解决他。盟友进入战斗，盟友我方部队遭受攻击，这样就没了。我还以为那玩意儿更厉害的嘞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，盟友进入战斗，我方亚历克桑德号重新起航了。指挥官，你的目标来了，让那些破坏兽瞧瞧谁才是老大。好的，刚才打得不错哦，感应器显示只剩下三只虚空破坏兽了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我想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忍耐痛苦，赢得胜利。